然后明明是投杠杠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因为他刚刚显示是写说票数最高是你们四个人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投票系统有 bug。哦，我上去讲一下。对，20哦，20哦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我没有做什么手脚啊。没 ，OK OK， 我看一下看一下。我觉得一晨，我们嗯，我觉得20很可疑，但是我们现在不要投。因为你现在投了之后，间谍就是假设他不是间谍，那我们晚上不能投了。对对对对，而且现在真正另一个真正间谍就可以乱玩一通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要保留，好、啊，所以白天投就算投到他也不会马上那个是不是？也不会拿回去哦。会，可以可以，就马上回去。因为刚刚繁星没有马上还过来啊。有啊有啊有啊，他马上变红色啦。哦，他只是通话没过来，因为他们在很疑惑。我来了，嗯、好可怜啊！你为什么要偷我中介珍珠？我还演得那么像？哎、欸，你演超像的哎、欸！哦，那繁星，你觉得哈记如何？哈记如何？我觉得哈记不是，哈记不是好。嗯，你们刚刚投谁了吗？还没有投，我们讨论太久了。哦，嗯。以我认识哈记，他不会这样子搞。好，他只是想演间谍而已。是啊。我们这一队的全部的奴隶都是我生的，连第三阶都是。哇塞！哇，生完还有300多块。你一定不是巧克力，你是谁？因为我很有钱。生二啊，阿塞怎么可能会是你？我很有钱，我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真的很好，好不好？哦。我们刚刚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我们鸡同鸭讲了一下，就是汪汪问说，他一直是问说中间要什么东西才能挖，嗯，然后我们因为他那时候才刚十块钱，我们就说，嗯，十块就可以挖了，铁镐就可以挖啦，我们一直是金矿，他马上冲下去挖，中间的不就是十块钱就可以了，铁镐就可以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要钻石镐才能挖吧，要钻镐。哇塞！我连一拳都不如啊！哇塞！我不玩这游戏啦！中间有这么难挖哦？有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中间哦对，所以我们每次都看到战稿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脑袋打结了！哇塞！悠悠，每次都是我挖的，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习惯性动作，没有在思考手上拿了什么稿，好吧？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要白天就投20。可是晚上一分钟时间很短哎、欸。我们就赶快票啊！如果真的不是20，我们第三天都还可以扣着。所以你们第一天没有投？第一天没投到。完蛋了，一拳你完蛋了，我不是一拳，都是一拳，一拳，不会啊，因为现在你间谍如果现身的话，我们可以马上投啊，对不对？20，对呢，感觉就是比、啊、有三次的投票机会嘛，啊，第一天我们浪费了，所以我们还有两次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一个。就是一个，如果你是间谍，你要想办法让那个投票，比方说第二天就让大家赶快再迅速投一波。嗯，可是我觉得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欸、现在间谍真的很做的能做的事很少，好不好？可是现在就是要一个盯一个、欸，有没有？嗯，你说，哎、欸，巧克力去对面，去对面，这样子。哎哎、欸欸，话说中间的那个有挖吗？挖掉，刚刚因为太复杂了，刚刚看 ID 下去了。哎呀，刚刚因为太混乱了，没挖到。强力哦，对，隐约在干大事哦！啊啊！被偷袭！你是不是在炸直升机啊？哦，刚刚想去下面偷炸他们国王，是被发现了。20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啊？20，哦，知道了啦。怎么了？啊，你在弄 bug 是不是？Yeah. 你可以把我送回去，我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就回头就说奇怪，明明不是间谍，系统问题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对，我刚刚是，烂头被时间暂停了。没事。
那、他们这样很可怜，就三个人。他们很安全欸。我已经弄好装备啦，我要去破坏他们了。好心。破坏他们。欸，他们没有发光哦。没有了。我们地表有人吗？哦，我们什么时候有发光？难怪我被发现。我们很早就有了。很久了。现在你没有了。我去买个发光，让他们发一下。我的发光还没好。没关系，交给我。来抓他们汪汪的位置。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嗨。嗨。来来来。你们在做发一个发一个。直接起关。他隐约正在。我刚刚因为你们俩跑来打我的时候。他们有一个人靠过来。他们来啦。是刚刚。然后隐约就放下手边工作来救我。刚刚手上有那个炸弹哦，喂，哇，我没有斧头，你这样怎么可能炸得到我啊？刚刚，刚刚超安静的，那个对啊，我们要吵一点，一点都不嗨，我们那我刚那边超嗨的哎、欸。嗨起来啊！呜、哦，要死了！我刚刚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一直炸、啊？为什么？刚刚、啊、那个刚刚他过来轰炸一波，没事没事。哎呦呦，还有光，还有附魔光，强力二的，有人要吗？哦，刚刚一直在附攻、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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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区区二而已，不要，我要给繁星。嗯，好吧，因为你一定是好人。我是间谍中的间谍，我是对面派来的间谍。你不是，而且你，哎、欸，你跑过他们家吗？还是你在我们家？我在你们家，我在我们家。太间谍了，分不清了。来啊，我们去狩猎汪汪啊！汪汪买无敌哦，我只能提供这个线索了，目前知道的。我在射他们脚脚，射脚脚，射脚脚。呜、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换个角度想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们，哎，刚刚投票的话，也可以四个都投对啊，有没有？四个都投对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随便投一个，就算是哎、欸，你脚下有黄金。那、现在是那个 bug 应该他修好了吧？还在修着，一圈，你还在修、啊？我知道这个二零一定会修好，原因是因为我现在钱比较多，原因是因为二零需要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喂，我是你派过去的坏人、欸。挖矿时间哦、喔啊，我在看挖黄金爽，爽挖一波。喂，我挖痛了，挖痛了，赶快补起来，吓死我了。再来一下，不用怕，不用。喂、欸，射不到！哇、欸，居然，我没看到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他们家下面，我已经逃离了，然后结果刚刚还炸到。没关系，我把他杀回来，我有个无敌。还想换装备？不准！不，我失手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没有发光，说不定可以杀回来。他只有三滴血，要死搞快要爆炸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获得那什么？喂，那个职业命啊、哦！对对对对对。太衰了吧！而且我们刚刚发现一个 bug， 什么 bug？ 哇，会摔死！牛排会不见？什么牛排不见？旱灾啊！因为旱灾是地表干枯之类的啊，怎么跟牛排啊？草对啊，还是牛饿死了，一直都这样。对，草枯了，他们可以吃饲料啊。好像是，这个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啊。牛是在青青草原上面奔驰的，就是、哎、不吃饲料，他们也会吃牛肉哎、欸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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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、啊。你知道吗？牛在很饿很饿的情况下会吃同伴，它不是草食动物吗？对啊，它不是草食。你不要骗我们哦，我们会相信的、哦。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！瓜牛在出生之前会先吃掉自己身边的亲兄妹。
那是瓜牛又是牛。牛啊。别的你整个。不要整了当。没有漏洞啊。你刚刚的漏洞害我现实你知道吗？我还可以多玩一下几年，你要补偿我。嗯。我有没有有人一起去攻他们，他们就只剩三个人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物资好了、欸、我要去了。为什么还看到我？你中介珍珠丢完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死掉了。我就刚刚被那刚刚炸到啊。上去了。喂、欸。你带我上去吧。哎呦，中介珍珠，中介珍珠我拿到了啊！应该在后面吧。刚好炸到贴着左边墙壁走。好、哦。因为这个。我就是迷宫啊。应该都是哈基的挖法。啊！就对了。哈基，我看到你摔到了。牛牛，你身上的东西我可以捡。有没有？这就是哈基的路。有。那就会继承你的遗志的。我拿个劳碌命。好，你拿，你拿，注意安全哦。好，有事我会叫的，没关系。你叫来不及了。喂、哦，我、哦、白痴哦、欸！他不让你劳碌命。哦、我怎样去弄他们？耶，刚好修好。耶，刚好修好，刚好修好。是哦，所以那个二零，我们可以投你了，是不是？哈哈。不是。哎、欸，我炸到了，我炸到了，我炸到了。阿进，你的地雷炸成功了。那、啊、碎了，给它捡回去了，看看有办法再炸一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边有屏障呢？扔到草上了吗？有可能扔到草、哦。哇哇哇！大爆炸！两格高的草会扔到。嗯，太烂了吧！你要牛排吗？喂，哦。我埋了，那地雷我全部都埋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再炸一波。哇！哎、欸，有，刚刚说完就炸成功了。哎、欸，我什么都没拿到，再拿一次。反正我爱发光。哦。喂，哇！哦，有。哦。喂。哎哎哎哎，有有有，那个中介珍珠我运到中间下面了，我就把它捡回来。哎，我有职业命了，恭喜你！有这么开心吗？台湾劳工，我们国王就是个劳碌命。嘿嘿，好，至少中介珍珠拿回来了。中间都还没有人挖哎。去挖，去挖，绿绿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国王你都一堆钱不挖？你要养我们吗？好啊。我要移。他说我们比较会玩。国王，我要移。你们挖。啊，地表，地堡，地堡。啊！国王在养我们，地堡嘞？诶、欸，请问一下，如果稿子爆，我是不是就再也没有稿子了？对，你可以去死一死。他是国王哎、欸！买那个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谁是间谍啊？你领那个啊，十块钱，你用五块钱就可以去买那个补给包。他不小心把心声透露出来啊！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我被夸击。杂货商人，杂货商人。哦、oh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有有。他给你连衣服都会给，好，有吗？哦，战斗补给包我找到了，没错。哎、欸、哎呦哎，谁炸谁炸？投哈基！赶快投，赶快投，赶快投！现在赶快投，不行，光死掉了，光都死掉了。你看，反正我就说他今天很奇怪，你还说不是。我就一直怀疑他，他真的很怪啊！今天你这样是仇富，你不能这样。